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三本书，三本书。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三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四，买衣服，买衣服。五，2008年，2008年。第二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六题。六，他在睡觉呢，他在睡觉呢。七，你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你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八，太热了，有水吗？我想喝水。太热了，有水吗？我想喝水。九，现在是下午1:10，现在是下午1:10。
时。他去火车站了。他去火车站了。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前面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李明。十一，前面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李明。十二，喂，你回家了？没，我在出租车上，我去学校。十二，喂，你回家了？没，我在出租车上，我去学校。十三，你坐几点的飞机？上午九点。十三，你坐几点的飞机？上午九点。十四，谢谢你的水果。不客气，你多吃苹果。十四，谢谢你的水果。不客气，你多吃苹果。十五，这些人是谁？他们都是我在中国认识的朋友。十五，这些人是谁？他们都是我在中国认识的朋友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
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。下个月我去北京。他什么时候去北京？下个月我去北京。他什么时候去北京？十七。他是小学老师，他有很多学生。他是哪儿的老师？他是小学老师，他有很多学生。他是哪儿的老师？十八。他是我儿子的同学，听儿子说他在医院工作。谁在医院工作？他是我儿子的同学，听儿子说他在医院工作。谁在医院工作？十九。我在那儿住三天，星期天回来。再见。他哪天回来？我在那儿住三天，星期天回来。再见。他哪天回来？二十。他的汉语很好，他会写不少汉字。他的汉语怎么样？他的汉语很好，他会写不少汉字。他的汉语怎么样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